明天就是520了，也是星期一，来杯咖啡提提神，而且还能享67折优惠。咖啡牛奶完美比例倒入杯，加点冰块透心凉。特大杯拿铁原价一杯70块，活动期间11杯520，等于一杯是47.2元，相当于打了约67折。特大杯的美式14杯520，也有大约62折优惠。对，可能会买个20-30罐就对了。20-30罐。对，然后慢慢喝就对了，就这样。有时候买一送一的话，说我可能会买100杯，蛮好的啊，对啊，就应该会想要试试看，蛮有吸引力的。怎么说？就是觉得比一般的还要便宜，会想要揪朋友买。抢攻520商机，除了超商，首要营业者也不落人后，在520当天售出爱心，可享红果青梅青第二杯半价。另一家品牌推出活动，520到526期间，可享长大后奶茶第二杯半价。连锁品牌则是让葡萄柚系列回归了，推出期间限定系列，来电自取买五送一。摊开市面上的优惠活动，几乎都跟情人有关，因为520的谐音跟我爱你相似，让不少情侣会在这天庆祝。不过除此之外，也是新政府的就职日，520这一天意义重大，爱人们相聚过节，也要迎接新政府新气象。TVBS新闻杨晨宇杰台北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